哦，今次我哋呢个大活动表演系嚟我哋演唱会之后再有一次嘅齐人，系咪啊，副队长？系啊，冇错啦，我哋经历呢个演唱会就三个月啦，到今次就第一次演出我哋嘅 boss 啦，咁就都排呢只歌都拍咗好耐，就未有机会做演出，咁今次就特登为 Samsung 呢个 show 我哋又排咗好多日，同埋今次呢个 show 有个好特别嘅情况就系、是、我哋未试过一次齐人排舞嘅，因为最近大家嘅工作都比较繁忙啦，所以就。都是一个几大的挑战嚟，对我嚟讲。同埋排嘅时候觉得比较攰咯，因为通常都是深夜嘅时候先开始排，咁差唔多每次排舞都排最少排到一点几两点。咁同埋今次啲位置又比较多，所以练嘅时候都真的有啲吃力嘅。第一次按 show 先齐人啊。